我是公安列车长，那110年5月10号，瑞芳彭家路平交道。23:25出发的是有列车通过，真的超感动的，对吧？然后我刚刚因为来不及拍五一，想说那就算了吧。这一台应该是44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4744B 次啊。来，这边有列车通过，正在4744B 次，九名将会送七组的柴油客车 ，DRC 柴油客车怎么弄？本节的 DRC 原色柴油客车在瑞芳彭家路平交道已经通过了，谢各位。那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评论呢？拜拜，感谢各位，再见了。